是什么水果让张小妹直呼过瘾？一个字，爽啊！太爽了，很过瘾。又是什么水果有着红美人的美称？红美人，红美人，颜色必须得红啊！对对对。两种不同的水果却都遇到了难卖的问题。这么费劲，就卖2-3块。今年没有订单。看高手来了，难题迎刃而解。百香果又名西番莲，俗称鸡蛋果，因为混合了香蕉、菠萝、草莓、荔枝、柠檬、芒果、芭乐等多种水果的香气而得名。在云南省马关县，百香果更是被制作成各种美食。上菜喽！随着一道道百香果美食端上桌，狂欢夜正式开始。然而，就在人们沉浸在百香果丰收的喜悦当中时，种植户杨高能的百香果却出了问题。情势小果。求助人杨高能种植百香果40亩，求助问题：百香果个头小，卖不上价。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走访调查。你好，哇，这儿这片果子特别多，你看，可以吃了这个，可以吃。不应该是那种。青就是紫红色吗？我们见到不是，这个是那个青蜜桔黄金果，这个是，这个是、这个颜色就可以吃了。按照外皮颜色，通常可分为紫色百香果和黄金百香果，两者营养差别不大，但紫色百香果相对酸度较大，通常搭配蜂蜜做成果汁，而黄金百香果酸度小，甜度大，口感更好，通常用来鲜食。要不要尝一个？我看着就酸。不酸，这个甜的，来，现在给你试一下，这个口感挺好的。哦，现在就已经开始那个分泌唾液，就觉得特别酸。水也比较多。哇，刚才看到了没有？我这么一弄，那个汁水全都出来了。这个水比较多的。对，汁水好丰富。你尝一下这个口感。嗯。哦，好多水。是不是很甜？好多水。很甜。真的。不酸。这个很甜的。不酸不酸，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哎。一个字，爽啊！太爽了。很过瘾。它不光是甜，而且特别的香，对，它就有这个清香的味道。今年是杨高能种植百香果的第一年，他之所以会选择种植百香果，就是看中了百香果的味道甜美，很受市场欢迎。但没想到辛苦半年多，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现在像这么小的，特别多，这些小果，看这些就这些就小嘛，这些这些全都属于小果。这就是小果了，对，小果。你们是怎么分级的？就是大小果。这个80克的叫大果嘛。这个80克以下的叫中果。像60克以下就是小果了。是，还有这么小的。就这么小了，现在。这个得有。这个有20克吧？有没有大果？大果很少了。你看这边。你看这个就比较大了，这个。这个大概是多大的果？这个应该80克到90克左右，这个就属于你这里面的大果是吧？对，大果。这个不是说没长大。这个长不大了，成熟了，可以吃了。大概看看。这个长不大了。其实挺甜的。越往大棚里面走，帮小妹发现果小的情况就越严重。甚至整颗藤蔓上都没有一个大果。这一串好多啊！这一串，这要是小果，就是5-6克，30克一个。这全部是牛蛋果了，这些。就是因为果子小，所以杨高能采摘下来的百香果只能统一低价销售。哎呦喂！来，我来。喂，就不再分拣一下了吗？不分了，这个都是桶货，因为现在这个价格不好嘛，这是2块一斤了，大小。梅菜价这个，这么费劲，就卖2-3块。目前来看是亏本状态，你亏本了，你就是再愁也没用，主要就是面对现实，解决问题。为了帮助杨高能解决果小卖不上价的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种植百香果的专家。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姚东玲，种植百香果300亩。今天我们就请他来帮杨高能解决百香果个头小的问题。看这个，这太小了。像我们这种果基本上都不要了，整体的效果感觉都是不太好，好像有点黄皮寡瘦的，营养不良一样的，天天就像没吃饱一样的。怎么样？
还可以，这个就比较甜。我测一下它的糖分，有18，18.9，这就比较好了，就比较好了哈。杨高能种植的百香果个头虽然小，但口感还不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导致果子个头小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看什么呢，杨老师？这个汁儿，哎呀，太多了。这么多藤，又为什么就还要留在这里？就是想留着给它多挂几个小果。你留着它，只会消耗我们现有果的营养。赶紧把它剪了啊！对对对，把它剪掉。百香果生长在藤蔓上，一般根据植株长势留5到6条结果蔓。通过观察，姚东林发现，杨高能的百香果植株结果蔓在8-9条，原本供应5-6条结果蔓的养分被更多结果蔓争夺，营养分流严重，果子吃不饱，个头自然长不大。那么百香果长不大，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呢？你这个植株枝蔓，你看它最底下的根还没有我一个小指头大呢，转势太弱了。正常的像这么好的一个枝蔓的话，最少有我大拇指这么粗。那像这个是什么情况呢？里面可能有机肥都施得很少，是不是？一亩地也就是400斤左右。施这么少啊？应该是施多少呢？一亩地有机肥最好施到1.5到2吨。哦，要搞这么多啊？后期我也一直追肥啊，就像小孩子一样嘛。长期它是需要营养长棍儿，一直要长营养跟上了，棍儿长得好了以后呢才能够吸收得进去。果儿它长得大，前期营养不良，后期你怎么吹怎么吃它就长不好，就是这个道理。有机肥富含有机质和各种微量元素，不但能给百香果提供所需养分，还能改良土壤，促进肥料吸收，对于果子膨大有着重要作用。由于杨高能缩减有机肥的用量，营养根本就不够百香果的生长所需，那他为何会犯如此错误呢？你去就这个大棚还有这个各方面投资也比较多了，所以想在这个上面省一些，但是后面一省就省出这个结果出来了。我们小的时候父母都教我们一句，你用这个哄的土地，哄骗了土地，土地就会哄骗你。所以说，到后来你的肥报率就变低了。是的。后悔吗？后悔啊，这个来不及了。为了让杨高能真正明白如何种出品质高、个头大的百香果，姚东林邀请他到自己的基地参观学习。这个果这么多啊！哇，这么多！一串的裙子，还这么大，差不多多少？这个，哎呦，这个好大，这两个好大，这几个都好大。你看我的手指，比你这个手还大。对，我称一下给你试吧。好呀，好吧。101了。哇，对，这个看着不大，都101了。对，你再称一下，92.3。对对对，看这个，我的天。114，这114.1。80克以上的大果一般占80%，100克以上的还是比较多的。还有你们看一看，对，哇，已经爆出来了，看见没有？它好饱满啊，里面你都能感觉到水在，水在涌啊。对，它糖分有多少？有多少？这个口感太好了。这个糖分应该20以上是吧？姚东林种植的百香果个头大，长势好，口感好，让前来取经的杨高能赞叹不已。每一枝上面都是果，这些都比较显得清秀，没有一点多余的枝条哈。没有没有，像我们那种多余的枝都被我们修掉了。姚东林的植株修剪得当，通风采光好，枝条叶片的光合作用就强，有机物积累也多，因此果子长得又大又甜。看完枝条，杨高能的注意力又转移到了植株和土壤上。这个植株看着每一株都是挺都很粗啊，挺粗的这个，对，这个营养挺足啊，就长这么粗。我觉得比两个拇指都粗。对，好粗好粗好壮。
这个头也比较松，你看。对对对，哎嗯、你看那个。对，土地越松软，它的那个吸收度就越好。对对对。植物它也是需要呼吸的嘛，嗯、不能都透气。可以可以。它吸收营养就越好。嗯。我们一亩地就下了两吨有机肥。这么松的，行。你舍得跟他吃，他舍得肥包你。好。好嗯啊。果子种好了，自然不愁卖。姚东林更是发挥地域优势，请来当地主播，把民族特色也融入进去。所以，如果大家要送亲戚、送朋友的话，可以选择我们的大果，100克以上，嗯，这种我们就叫极品果了，就是一个果要卖到8块钱，一个果就8块钱，对，一个果8块钱，一颗百香果就能卖到8元，对比杨高能的百香果，却只能卖到2-3元一斤，这其中除了果品的差距。还有姚东林在销售方式上的大胆尝试。他利用网络平台突破传统，把百香果和民族特色相结合，给百香果产业赋予了新的含义。一天的参观让杨高能学了知识，长了见识。为了让杨高能尽量减少损失，第二天一早，姚东林再次来到杨高能的种植基地，帮他想办法。首先把植株瘦身。你看这个枝只有一个果，这个果也比较小。我们这个果要保有这个大果的营养，跟它剪掉。嗯，好。啊，不要了。啊，像这种多余的枝条上面也没果了，跟它剪了。嗯，像这些嘛，是不是？对，这些果已经不好了，又小。嗯，这些也可以剪了。在姚东林的指导下，杨高能对百香果植株上多余的枝条进行了疏除。除此之外，姚东林还觉得可以挑一些好的果子，通过他自己的销售平台帮杨高能卖一个好的价钱。形象不好的，嗯，像这种不熟的那种就不要了。对，还有那个畸形果哈。对对，可以大一点的可以雕下来，雕出来可以卖一个相对好一点的价格。百香果成就了一方富民产业，然而要种出高品质的百香果，不但要付出辛苦，还要依靠科学的管理。相信杨高能在专家姚东林的帮助下，也能种出个大品质上乘的百香果。什么样的柑橘汁多味甜，有着红美人的美称。咬下去它会爆汁儿，而且有种果冻的口感。年逾花甲的老人却不服老，独自返乡创业。我现在我尽力量把它做好啊，我做到70岁啊。可他种出来的红美人却因为味道酸，一颗都卖不出去。人家都卖了，我还没卖啊。帮帮团专家现场调查，能否揭开红美人酸多甜少的秘密？请继续收看《高手来了》。柑橘是橙、柑、橘、柚、枳等水果的总称。有一种柑橘，它成熟时果皮红亮，味道鲜甜多汁，口感神似果冻，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红美人。每年的11月初，湖南的红美人柑橘就开始陆续上市。可是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的种植户王维岩种出的红美人，因为味道酸，口感差，还一颗也没卖出去。求助人王维岩，年龄60岁，种植红美人柑橘20亩。求助问题：红美人柑橘口感差。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进行实地走访。这都是您种的红美人？哦，对对。红美人柑橘其实就是橘子和橙子杂交出来的一个品种，经过多年的选育，形成了果皮红亮、果肉香甜可口的特点，于是就有了一个符合它气质的名字——红美人。又因为口感神似果冻，爆汁感十足，市场上也有果冻橙的美称。它水分还挺足的，哎呀，有点酸，有点酸。这个甜度能达到多少？甜度现在测量一下。我这还随身携带着呀。嗯，挤一下汁水啊。嗯，看甜度能达到多少。9.5，糖度是9.5。现在市场上大部分红美人糖度能达到12度，优质的红美人柑橘甚至能达到15度以上。王维岩的红美人差得还很远。反正普遍的都有点有酸点。普遍都这样。哦，对，嗯。啊，那问题不就大了？
现在我就对这个发愁吧，人家都卖了，我还没有，还没卖啊，你怎么办？放在市场烂了也没钱。今年王维言的红美人产量近3万斤，如果真的一颗也卖不出去，按照市场上普通红美人1斤4元的收购价，那就是10多万元的损失。这是当初选择种植红美人的王维言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当时做的时候什么都不想，技术也不想，只搞慢慢的学，技术不够啊，就这不是这样失败就是那样失败。为了帮助王维言解决问题，重新树立种植信心，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熟悉种植红美人柑橘的专家，帮帮团专家王宏源，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种植红美人20亩。接到栏目组的邀请，王宏源和帮小妹一起来到王维言的果园，现场调查红美人口感不好的问题。看味道怎么样？怎么样？真的酸。这个糖都测了没有？嗯、这个糖都测了，自己9.9点。9.几啊？那测酸了没有？测酸没有？没有测了、我们带了那个酸糖比的那个检测仪，到时候我们跟你检测一下。那你检测一下，我看一看，看糖酸比是多少。生活中，很多人以水果的糖度多少作为味道甜不甜的判断，其实这并不准确。甜是一种味觉，主要受到糖度和酸度的共同影响。我们经常吃的苹果成熟期平均糖度在13左右，而成熟的草莓平均糖度约为9，但是吃起来却是草莓更甜一些，这是因为苹果的酸度在1.2左右，糖酸比约为10.8，而草莓的酸度约为0.7，糖酸比约为12.8，所以相对于糖度，糖和酸的比例更能准确地反映出水果的风味。放入果汁，在我们测糖。嗯，我们再看是多少？糖10.9。那么这个糖度、这个、糖度是很低的。嗯，啊，我们人的糖度一般都是14-15。嗯，啊，这块相差的远。哎，相差的远、嗯，糖已经测出来了。好，我们再来测酸，用这个测一下。嗯，对，酸是1.05，那酸1.05就很高了。嗯，啊。就是一般的果就是不能超过1.0，都是在0.8、0.9，但是优质果的话不能超过0.6，是最好的。我们再来测一下糖酸比，嗯，是吧？你看了吧？嗯，你这是10.38，10.38，那是很酸。10.38的果酸比，嗯，我红美人上面的话我还没见过，你这是最低的，最低的啊。优质果应该是达到17点多，哦，啊，那这个就低了，这个低得很。糖酸比10.38，这比优质红美人的糖酸比低了很多，明显糖少酸多。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王宏源决定继续深入调查。经过观察，王宏源发现王维言果园里的大部分果树都或多或少长了一些新叶，这对于已经准备要越冬的红美人果树来说并不正常。新叶长得太多了，嗯，这个季节不该有这么多的新叶，那是什么原因？这个季节的叶子、叶片应该是这个颜色。那为什么会长出那么多新叶呢？它就是那个营养生长跟生殖生长不平衡。植物的营养生长是指植物的根茎叶的生长，而生殖生长则是植物花和果实的生长。一般11月份天气变冷，植物的营养生长就会减弱，不会再长出大量新叶。生殖生长则会增强，果实趋于成熟。而王维言的红美人进入11月份，营养生长依然旺盛，长出了很多新叶，会争夺果实的养分。植物的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与根系吸收的养分息息相关，因此王宏源判断王维言使用的肥料肯定出了问题，他决定看看王维言究竟用了哪些肥料。这茶叶肥料了哦，茶叶是用肥哈、是啊，茶叶肥料，茶叶是长叶的了。嗯，他说难怪你的叶子长得这么旺，12月还在长叶。好、我们也不知道。你看看，这个氮磷钾的比知道不？24是氮，氮，6是磷，10是钾。你这个氮肥过量，氮肥太高了，所以它长叶片长得旺，12月还在长叶。氮磷钾是参与植物生长发育的3种主要元素。其中氮主要参与枝叶的生长发育，促进植物的营养生长，而磷则是植物开花结果促进生殖生长的关键元素，钾
则是将糖类物质由叶片向果实运输的重要元素。王维岩使用的是促进茶叶长叶的肥料，氮元素含量高，磷钾元素含量不足，就会造成植物营养生长旺盛，生殖生长减弱，开花结果的数量自然就会减少，而且糖类也无法向果实运输，果实也就糖少酸多了。叔啊，您种红美人为什么用茶叶肥啊？因为我这个果实去年被霜冻冻了嘛，没有叶了，他给我这个肥料干嘛的？这个肥料可以补叶，多发一点叶子啊。卖肥的人说的。卖肥的人说的，所以我就买这个了。表面上，王维岩肥料使用不当，是因为去年的霜冻天气。其实，在王宏元看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不懂技术，盲目施肥。为了让王维岩看到精准水肥管理种出来的红美人究竟是什么样的，王宏元决定带他去自己的果园参观学习。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们的科技果园。那果园在里面，看一下，进去转转。智慧果园哈。一进入红美人种植区，王维岩就发现这里和自己果园的最大不同。你们这个种的这么明啊？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新模式、新技术。对，很紧凑哈。对。那老师种的这么密，对果子没有影响吗？没有，只要水肥管得好，它的质量比传统的要好多了。口感好吧？试一下啊。那叔尝尝。怎么样，叔？这很甜的。很甜。很甜。你也尝一口。我也来尝一个哈。这跟你那个不一样吧？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是甜哈，大叔。它是有一点点淡淡的酸味儿。这是正常的水果味。这是正常的。正常水果味。但是确实是甜，好吃哈，水分也足。那这些红美人的糖度能达到多少呢？王宏元随机摘了一个红美人，准备再次让数据说话。把果汁滴上去哈，滴上去。16.3。16.3。哎呀，这糖这么高啊！对，这现在我们来测一下酸。0.74，0.74，再测一下，看一下这个糖酸比，看是多少，22.03，这算是最优质果了，王宏元种植的红美人表现出来的数据，让王维岩心服口服。其实，在王宏元看来，能种出优质的红美人，最重要的就是肥要用准，而王维岩恰恰不知道红美人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肥。我这个是高磷高钾，是吧？你看氮磷钾，20个氮，20个磷，20个钾。所以说它需要的养分都够了，是吧？不怪你的果子这么甜。庄稼移植化全靠肥当家。这个肥料选对了，肥料红美人的口感自然就有了保证。临走，王宏元答应王维岩，明天再去他的果园解决红美人味道酸的问题。首先第一步呢，我们还得要把你那个树上的那个新梢全部把它摸掉。因为那个是营养生长，它吸收大量的营养，而且在霜冻的时候容易被冻死。就这条我们不要，全部把它摸掉。行，那咱开始干。好不好，叔？好，走，干去。好，现在这个新梢也就采的差不多了，是。还有一部分呢，你就自己搞，因为今天天晚了。但是这个工作一定要做，今天把它做完。好，行，你先啊。摘掉了新叶，抑制了果树的营养生长，再使用磷钾含量高的肥料刺激果树的生殖生长和糖类物质向果实的运输，红美人的口感就会逐渐变甜。谢谢。帮扶结束。王维岩已经认识到科学施肥的重要性，但是从传统种植到科学种植，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